Hello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呢要来玩我们 Roblox Military Tycoon 军事大亨。好的，稍早我们在开路前已经赚了160几万，对，160几万。好的，那我们继续来建设吧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建设的这里有个墙3000块，墙3250块。3500块，3750块，然后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。哦，有啊，那个2楼4000块，那个梯子还有灯1000块，然后上去之后墙5000块，5250块。墙5500块，然后这什么6000块？哦，一个平台，墙5750块，C 3层楼6250块，然后灯3000块，哦，看起来不错，然后梯子一样4000块。墙7000块，7250块，哎呦，我掉下去了，7500块，然后一样平台8000块，墙7750块，然后屋顶8250块，灯5000块，然后还有。这个梯子6000块，OK，我已经到顶了，那我下去。然后旗子2500块，新加坡的旗子。墙1万块，好。然后墙2万块，然后大门不知道几块钱，忘了，没，刚刚太急，没忘看。然后 ATV 3500块，吉普车1万块，还有一个坦克，它是要那个游戏证、通行证、通行证，所以我就不买了。然后墙壁3250块，墙3500块，3750块，然后还有。墙4000块，窗户3500块，主人的门1000块，然后屋顶4500块，梯子3000块，灯1500块，然后大致上车库就是这样。然后我们再来建设这个里面的军事军枪械吧。这个枪1000块，哦，冲锋枪，然后 MP5 2500块，然后再过来就是散弹枪3000块，步枪3500块，手榴弹4000块，好，接下来那个装甲3000块，哦，防弹衣啊，那我们把它装备嘛。然后这个手枪、冲锋枪、MP5、散弹枪、步枪、手榴弹，我们都装备一下。然后还有一个武装5000块，这加20滴血啊，所以刚刚那加10滴血就对了。哦，好。接下来我们往楼上走，楼上的话，这里墙8000块。9500块，3楼15000块，灯7500块，梯子8500块，哎呦，墙3000块，那个什么东西的15000块，看一下是什么？哦，一把手枪，然后那个步枪 AK-47，17500块。然后
冲锋枪20000块，你这不是冲锋枪啊？好吧，那这一大堆枪械名字我都不太熟悉啊，毕竟我不是玩枪械的嘛，对不对？那接下来是22500块，再来 P90 25000块 ，OK。好，再来一个装甲25000块，加30滴血 ，OK。好，串一下，再来30000块，加40滴血，哦好，那加40滴血这个好了，那墙壁，然后这些枪我们都装备一下。哦，有人已经开枪了，有人开枪。不过我们不用怕，我们有强大的武力。然后外面呢，墙7500，灯7500块。OK， 好。然后我们再前往三楼，哦，这里三楼。然后墙5000块盖下去，这里墙15000块，然后墙20000块，22000块，50000块的屋顶，然后15000块的灯，20000块的窗户，然后这里是枪的名称，30000块，35000块，40000块。然后45000块，50000块，哦，这些枪我都不知道。这一把是狙击枪啊，这一把机枪啊，这一把也是狙击，这一把狙击枪，这把散弹枪啊，这把我不知道什么枪。好，接下来装甲75000块，哎呦，这防爆衣吧，这防爆衣吧，好吧，我们装备一下。好，这个50000块，5000块的枪。OK， 好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就是离开之前，如果你喜欢的游戏的话，按个喜欢，然后之后会有更大的更新，这些这个字。OK， 好，我们往下楼走，下楼走，然后先领一下钱。OK， 然后。再来后面，后面的部分有那个叫什么？船啊，船3500块，然后梯子3500块，那个5000块是什么？哦，那个杆子5000块，灯6500块，我也不知道要灯干嘛。然后生成船，我点它一下。生成船，它在哪里？哦，在这里。OK， 好。然后，哦，这个上面也有东西可以改。那好，那我们就进去上面盖这个直升机的平台，3500块。那个方墙小墙，哦，接下来就是这些东西都是要经验的，啊，所以据我所知，获取经验的方法就是在路上就是杀敌人，你就会有那些东西。然后我们今天要开车，开这台吉普车啊，先乘坐。嗯，这还蛮好开的，还不错。然后，装电线杆，我先下去拿个武器啊。嗯哼，啊，好好打靶哈，啊。不是这里，再上去。再上去的这里，先拿一把狙击枪，还有这个机枪。好，我们准备好之后呢，就准备上阵吧。OK， 好，我们回来了。那我刚刚发现一件事情，这个东西是可以按一的。那么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吗？哦，按一之后就啊，
重新开始哦。所以原来这个东西就是重新开始的意思。啊，好 ，OK， 我了解。那我应该是不会重新的吧？对，所以，又要重新。不过我们已经带大家看了这个更新，不是更新，就是已经带大家看了这个军事基地盖完的样子了。但很可惜的，没有要带大家带到那个战争的片段。不过没关系，那就以上就是今天这一集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如果你有什么想法的话，记得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还有什么游戏 ，Roblox 的游戏可以让我玩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